意思，你说之前是台电铺的，之前是台电铺的。对对对。那今天5月6号，是自来水公司要挖的。没有，他这个等整合工程标了，这个管线都要进行要挖的，就是这段时间要把它挖好就对了。整合工程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都有那个道具嘛，你可以看，它整合标就是说，你这条路所有管线的要挖都进来挖就对了。挖好最后一个单位来重新整个铺起来就不能挖了，就对了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不是前几天才铺好吗？但是他等局部铺就对了，因为你有时候局部铺的话，就会管理啊，路面不好啊，就局部铺掉就对了。哦。就好像对面嘛，对面也有挖嘛，但是他等于是那个也是我们挖的自来水，但是他要局部先把它铺平整嘛。哦。到最后呢，做整个完成面，整个把它铺起来嘛，就是这样。哦。对对对。然后因为台电他们挖的比较宽嘛，他也要局部把它平整就对了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你说这次挖的布告牌在哪里？在最前面有个整合哈，你看就知道。然后我们这个自来水的也有告示板，你是它整合工程就对了。哦，那边吗？那个是自来水的，整合的又不一样就对了。哦。所以台北市都这样啊，一起要挖就全部一起进来挖就对了。哦。然后最后一个单位完了就全部完成掉，就不能挖了就对了。多久不能挖呢？这个好像几年了，以前是好像3年4、5年了，现在新的规定几年我不清楚了，要问市政府了解。哦，他们有什么规范就对了。我最近每年我都看到在挖，没有说3到5年。在以前就是大家可能我先挖好了，我明年又过来挖，那现在都是整合的啦。哦，对对对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整合啊？这个我不清楚，因为我们是施工单位，我们不是很清楚啊。要规范的单位，你要问市府啊。